频道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Yeah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聊聊我的生活近况啊，然后一起使用我最新购入的彩妆品来上妆。有些产品是 First Impression， 有一些呢是我用了一阵子之后有些想法跟心得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如果说想知道 How to get this look， 或者是想跟我聊聊天的话，继续看下去就对咯。然后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要不要要不要还有小铃铛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就正片开始。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脸是不是蛮蜡黄？没错，这就是我真实的肤色，只用这个 Skin Food 的白雪公主闪耀霜来提亮我的肤色。因为呢其实我最近很少化妆出门，如果说就是有化妆的话大部分都是为了拍片，所以我就不太会用真正的隔离霜或者是防晒乳，我就是用这个稍微提亮肤色之后就上底妆。这样跟大家分享我的近况，就是前一阵子我去看牙医了，然后我在看牙医的路上呢也是受到很多的挫折跟打击。就是虽然说我有医疗保险，可是我现在的医疗保险是姐夫的公司帮我保的，那姐夫是日本人嘛，所以他的公司也是日本公司，保险当然也是日本公司嘛，所以我现在在新加坡能够去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开的诊所。平常呢在看医生的时候不会遇到太大问题，可是我前阵子就是牙痛想说要看牙医，就打电话去牙科那边预约，我真的是太傻眼了。他们就说因为你不是日本人，所以你不能够来我们的诊所补牙齿或看牙医，因为新加坡法律有规定说日本籍的医生只能替日本籍的患者看病这样子。这应该算是对当地医疗系统的一个保障，可是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尴尬，因为那我该怎么办？没办法嘛，我就只好去一般诊所去看牙医，那理所当然的就是要全额自己给付。那天我去洗牙、检查牙齿、补牙，就是中间有照 X 光，结果账单出来了，差不多是660还是670左右的新币，那折合台币呢，就是真的可以买机票回台湾的那种程度，好贵哦。可是没办法，因为真的如果说蛀到神经要做根管治疗的话更不舒服又更贵，也还蛮庆幸说我有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同时之间呢也让我更加的感谢以前在台湾住的时候有健保的补助啊，这也让我更加感叹就是外国人在异地生活多少啦还是有些不便的地方。这样肤色提亮的差不多了，接下来使用遮瑕膏。今天使用的是 Dior Skin Forever Concealer， 这款遮瑕膏呢真的是被推到个不行，他跟我大推这款遮瑕膏。然后之前呢 Sephora 在打折的时候我就试图想要抢购，结果销售一空哎。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推荐，比如说像是小凯老师啊、Meg 啊，他们都有推，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都要买到。这次呢我在网络上是盲选的色号，选到了 2N，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深了，因为遮瑕膏我习惯是会再买亮一点的颜色，但是这个好像有点太接近我的真实肤色的，所以我会把它在粉底液之前上。这样然后除了牙科之外，我之前不是眼睛发炎吗？为什么会发炎？我真的太白痴了，因为有一次我要拍片之前打开我的隐形眼镜药水盒，发现我有一片隐形眼镜它收干了，就皱巴巴的。我当时候也没想太多，只想说我要工作好烦哦，所以我就赶快用了生理食盐水把它泡开来就把它戴上了。从那次之后我的眼睛就不是很舒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就是戴上隐形眼镜之后就会有异物感啊，然后还有就是会叮叮。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还真的是不舒服到睡不着，所以后来也是去看了医生。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阻断政策那时候，所以第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也是扑了个空，因为一样是日本诊所，那里面一定要有非日本籍的医生看诊我才可以去看医生。刚好那天去的时候非日本籍的医生不在，可是我挂号的时候他明明就跟我说哦你随时来都可以哦，那位医生都在，结果我真的去的时候医生不在。好 OK fine 没关系，我就是择期再去。那时候他给我开的药我回家点了之后我就觉得有比较好一点，可是
就觉得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根治的感觉，因为我在这边看的医生是甲医科，如果说你是要完全看眼科的话，我又要再自费了，所以啊，想到那个金额啊，就觉得啊，是千百个念头飞过去。这阵子我的眼睛就比较舒服了，所以就陆陆续续有在戴隐形眼镜拍片，可是我尽量不要让眼睛有太大的负担，所以我就是都戴透明片日抛型的。这样这款遮瑕膏它没有粉感也没有香味耶，好棒哦。那个时候呢，他有跟我分析说他觉得这一款很像 Innisfree 遮瑕膏，可是它没有那么重的香气，但是我觉得它比 Innisfree 更棒的是它的妆感非常薄透，可是它的遮盖力很强，因为 Innisfree 的粉感还是偏重的。嗯，很不错，而且它的刷头很大，跟 Shape Tape 有点像。跟各位分享，我最近又要开始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其实还蛮大的，它是三房一厅，这个房子的租金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杂支，真的太庞大了，所以我们就租约到期之后，姐夫还是说要搬家，因为我们现在有四台冷气，每三个月都要维护一次嘛。所以那笔钱其实长时间累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但是毕竟这个房子住了这么久，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舍不得。嗯，这款遮瑕膏真的好遮，而且妆效好漂亮，真的是贵有贵的值得耶。之前我看影片啊，小凯老师说它可以当粉底液用，真的可以耶，因为它好薄透哦。然后我原本以为说我颜色买太深了，但没想到其实也还 OK 耶。我再多用几次之后再跟各位分享说哦，我的更完整的心得跟想法。接下来粉底液我要使用这款 Skin Food 的，之前呢就是已经有合作影片，所以在这边我就不多说我对这款的使用感受，大家可以去看连结，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然后它算是韩系化妆品里面有香味但我还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的香是比较偏果香而不是那种花香，所以我自己是个人还蛮喜欢的，而且加上它的妆效真的很好看。然后刚刚跟大家聊到说要搬家嘛，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快被姐夫逼疯了，因为呢他原本是跟我说九月中要搬，后来又跟我说八月底要搬，某一天又跟我说哎，我们七月底就开始准备要打包了，我就跟他说到底是几月几号要搬你告诉我。然后因为他把时间点越压越紧，搞得我就是头发又快要掉光了。前几个礼拜就是有业配嘛，然后就会比较急着要赶着出片，眼睛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剪片的时候我也不想要盯着荧幕盯着这么久这样子，然后还要找房子。可是后来找房子的事情就是顺利解决了，昨天我跟姐夫呢精挑细选了几个物件之后，决定去看的就只有三间。那在三间里面呢，我们也做出了我们的选择。这个 Catrice 的遮瑕膏我买好久了，可是最近呢又开始爱用它，因为之前我在美国住的时候觉得它好干哦，可是因为新加坡的天气比较潮湿嘛，然后也比较热，它对我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干了，但是因为它质地还是偏厚重嘛，所以它扒在你肌肤上的那种续航力是够的。你看我这样子搭配 Dior 的遮瑕膏，瑕疵真的都没有了，然后鼻翼的泛红跟嘴周的暗沉也遮得差不多了，真的很棒啊！对，你们看得出来这是新相机，你们看得出来这是新相机拍的 video 吗？ Skin Food 那支业配开始就是新相机的，只是我跟他还有很多点必须磨合。其实这支影片开拍之前，我也是在搞设定搞老半天，但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设了老半天，它还是没有显示在我的荧幕上。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就 I don't know， 很感谢姐夫就是买了这台相机当做我的生日礼物。然后在研究相机的过程中呢，我就是也意外结交了一位 YouTuber 好友，他叫黑仔熊，他频道的影片真的是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虽然说讲的内容很专业，可是他的表达方式是让 3C 小白也能够 get 到的。因为我呢其实是个电脑白痴，虽然说影片我看懂，但是其实我私底下还是有些问题想要问他。后来聊着聊着我们就交换了彼此的频道。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我这张大头照真是让我糗到个不行，因为我说我是美妆 YouTuber 谁相信
接下来来上蜜粉。最近 Tati 跟 Jeffree Star 还有 Sean 的 dram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反正 Tati 就是意思是说他会拍那部影片去 diss James，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Sean 跟 Jeffree Star 在鼓吹他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然后他觉得他错就是错在他要听信他们，然后去背叛 James。 大部分的时间呢、啊、他就是有哭很难过什么之类的。唉，我不知道耶、欸、就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handle 友情很好的方式。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神化或者是偶像化 beauty youtuber。 人是没有完美的，所以如果说像他做人方面有缺失，或是 Jeffree Star 他做人方面有缺失，或是 Tati 他有缺点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被了解的，因为人真的没有完美的，所以大家也不用为了说哦你支持谁或者是谁对谁错在网络上吵架。因为说真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立场跟看法都不同，你要追溯这件事情的真相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毕竟他们都是在荧光幕前讲这些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保护自己的意味在里面。大家就平常心去看待咯。 Contour 呢，我没有新产品，我就继续用这个 Dulce de Leche。 最近呢，我的留言区跟私讯最常被问到就是我是不是瘦了。 Yes 我最近的饮食生活呢变得比较健康，然后也戒奶了。我每天都会至少做15或30分钟的瑜伽伸展，有的时候会搭配核心，有的时候会搭配舞蹈，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每天至少让自己动起来这样子。我最常一起动起来的老师就是 Pamela Relief， 她是一个德国的网红，然后十几岁就开始健身了，所以她的身体线条非常漂亮，她的人也好漂亮。而且重点是呢，在睡前跟着她一起运动会觉得非常舒压，因为她声音很舒服，然后她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会笑啊什么之类的，就让我觉得啊，洗涤了我的视觉跟心灵。后来呢，我无意之间看到了一个频道叫 The Fitness Marshall， 我第一次跟他一起跳的舞是 Rain on Me， 他好可爱，他表情好夸张，然后一直扭 Rain on Me， 他还会在那边说 Yes， so much water moving 什么有的没的，就觉得啊、哦，好可爱，我真的是我爱死 gay 了。 Anyway， 这两个频道推荐给大家，但是说真的我觉得瘦是其次啦，健康还是最重要，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好不好。接下来呢，我要使用这个腮红，它是 Benefit 的 Georgia Mini 的，好可爱呀。这个之前在 IG 上看到的时候我就好想要，可是新加坡上市比较慢，而且我跟你讲它也是一直呈现 sold out 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新加坡人的购买力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耶，大家好会买哦。但是也觉得跟大家买就没错，因为你看这个腮红也好好看，这个就完全符合我的需求，就是它颜色没有很重，可是又能够提升皮肤的质感。它这个蜜桃珊瑚调不会非常非常重，所以用起来我想应该不管说是白肌或是健康肤色的人都会很适合。好可爱哦，喜欢喜欢。好，接下来呢来使用眼影，要使用的是这个 Dasik， 它打开是玫瑰花的 concept， 然后里面呢这个介绍它还有妆容示范，两盒不同颜色玫瑰花的包装也不一样。当初寄来的时候还有附这种 DM， 就觉得说哇这个品牌真的很用心哎，然后设计什么做得好好，整体的 concept 很鲜。一样是九宫格，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没有那么的单调无聊，因为它的字体设计啊，还有品牌 logo 上一些巧思，真的让它整体的质感提升非常非常多。颜色的搭配什么的，我觉得也非常实用。总而言之，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之后就立马下单，还买了两个颜色，想说要跟大家分享，可是我都还没有拍片，堂姐的 review 就出来了。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开箱试用，想说它的亮片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落粉，有可能是蜜糖毒药论啊，搞不好我用完全 OK this 呢。好，先简单刷色给各位看一下。我今天拍摄呢都是自然光，没有用环灯补光，所以大家看到都是最真实的样貌。除了这两个金属色有微微的湿润度之外，其他都是粉质偏干的，雾面很显色，刷色也很均匀，但亮片呢
杯粉的蛮严重的。二号这款偏红的是 Rose Petal， 它的粉质呢，闪粉还有金属质地就跟刚刚的01号是一样的。这个品牌感觉是珠光金属色做的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就上眼画画看吧。现在外面的光在变，所以我就是还是开了环灯补一点点光，希望大家看眼妆可以看得更清楚。用这个草莓牛奶色打满整个眼窝，取粉力不错，但是会微微的落粉。我现在眼皮状态呢有微微的黏，因为有遮瑕膏。粉质很细致，然后显色度算是在中间程度那边，色彩是可以层层叠加的，然后也蛮好晕染的。接下来使用中间这个砖红色去继续加深眼睛轮廓，我就直接用同一只刷子去做渐层的晕染，因为我懒得换刷具了。用手指头去沾取这个很漂亮的偏光色，慢慢的上在我们的眼褶上。这颜色好美，而且金属色没有落粉，哇，有点那种锦鲤的感觉。哇，用海绵棒沾，显色力超猛的。这几个亮片色啊，因为我刚刚在刷色的时候就觉得它还蛮飞粉的，所以现在有点千百里面头飞过去。我还是先用我自己化妆习惯啦，先用手沾着来上试试看好了，看会不会有亮片海。把它加在眼睛正上方，因为我看很多人的影片啊，他眼睛下方都会有很多落粉，我刚刚没有特别的打底或去雅米粉去接它，就我 OK 啊，就我这边一小块。那个眼头后我沾这个透透的颜色，我仔细看啊，有啦，有些些掉粉，但是真的就是很些微，没有我想象中严重。拿一支这种扁平的小刷子，我要沾这个金属咖啡色，加强眼尾的线条。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feel。好，我现在赶快换另外一边。我好喜欢这个有点偏红的浅咖啡色哦，来用它晕染整个眼窝。这个颜色调得好美哦，哪怕只是单上它做一个雾面的妆感也好漂亮，好有气质哦。粉质很细腻，可是一定要稍微眼睛有打点底。接下来就去加深用中间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啊，它乍看之下是雾面的，可是它带有一点点的小闪粉在里面，非常非常细微，亮粉的比例也不高。这种设计我想啦，纯粹就是想让眼影盒看起来好看。来使用这个颜色加深眼褶，它就是很浓的巧克力珠光色，画起来感觉蛮秋冬的，然后也很适合平常上班的时候擦。我没有擦很多，但这样子稍微叠擦还不错吧。眼睛正上方呢，我还沾取这个颜色。它上眼的亮度啊，没有我想象中的强烈。如果说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 Clio 还比较亮。3C 的亮度是10分的话，这个就差不多是6分的感觉。眼头的话，来沾取这个香槟色。这颜色好亮啊，好美，这颜色好美，天哪，这让我对这个颜色有点好奇。这个颜色摸摸看，它的粉真的压得好松哦，都没有任何的湿润度或粘着度什么，所以会担心掉粉是很正常的。还好，可能就是真的要用海绵棒，你的那个妆效的力道才会出来。这一边眼睛下方有比较多亮片的落粉，跟这边比起来的话，好，来把它扫掉。它亮片扫不太掉哦，还是我沾点蜜粉来扫它呢。
哦，扫不太掉。它黏住了，哎，我用手这样弄一弄掉它，哎，掉粉确实是会让人家很恼怒的，因为它的粉是扫不掉的。好奇怪，它的亮粉本身是没有粘着性的，掉到脸上却扫不掉。哇，抱怨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眼妆。我去擦个眼线、睫毛膏，马上回来。See you later, alligator。擦完眼线、睫毛膏的妆效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看。刚刚我发现说，我这边的眼睛啊，忘记用眼影稍微拉一下线条，所以我有用这个颜色稍微做一个补强。然后跟你们说，我最近好喜欢这支刷具，就是031的558。这一支刷具呢，它看起来很平凡，却是比想象中的实用，好用非常多。不管说是你在做眼部细节的处理啊，或是画卧蚕等等的，都非常好用。有时候我拿它点亮眼头，都觉得说，哇，它绵密的程度已经超越了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海绵棒，取粉力跟试粉力都超级赞。所以这支刷具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如果说你买一支觉得好用的话，买个两支都 OK， 因为一支拉眼线，一支点亮眼头。总而言之，031刷具真的赞。接下来来进行打量，我最近搜集了三款产品。首先是 Catrice 的 High Glow Mineral Highlighting Powder， 这个是030 Amber Crystal。接下来呢，跟各位介绍第二款是 Fenty Beauty 的 Matchsticks，的有点 holographic， 然后有点偏光的感觉，但是它上在肌肤上基本上是看不出任何颜色，就是替你原生肌肤加点光泽感，有一点点甜甜的糖果奶油焦糖味。我看了它的成分之后，发现它其实蛮多油类的成分在里面的。自己平常在家里面玩妆的时候，发现它一上脸的光泽感虽然说是强的，可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并不是那么的 practical。 然后再来就是 Hourglass 的棒状打亮，我购买的颜色呢是 Gold Flash， Blowed my mind。 首先第一点是根本就不 gold 啊，哪里 gold， 你告诉我。就我原本想说，哇，它是一个非常 delicious， 非常适合夏天做使用的金色打亮，就我拿到之后傻眼，它还是比较偏银色的光泽，哎，就虽然说会有一点点 yellow undertone 在里面，但是非常非常的浅，粉质细致度上是我用过所有的打亮里面最细的，而且就算是薄擦，它看起来非常自然，很像你原生肌肤的光泽，而且它的光泽感非常持久。然后不管说你是在妆前或是妆后使用都非常赞。这款其实我默默的使用它好几次了，然后画出来的妆容我都很喜欢，唯一的失望就是在于它的色调。这边的脸颊我想上 Catrice 的打亮啊、哦、Yes， Catrice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上脸跟手上刷色就是不一样啦。 Yes， 健康肤色的各位，这一块买起来，天哪，我好开心哦。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光看到它包装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块打亮一定很美，但是在手上刷色的时候就是千百个念头飞过去，结果哎，是证明女人的第六感比什么都还准。女人的第六感让你有话都不用讲，天哪， so happy。 这边我来上这一款打亮给各位看，有什么感觉吗？没有，对不对？这样子就有感觉了。可是呢，你有没有看到它会移动我的底妆？因为它是 oil base， 所以呢，这款产品我真的千百个念头飞过去。因为那个时候在 Tremor 上看到这款产品的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擦了它一定就是会变成仙女。结果事实证明，我是个凡人。接下来鼻梁啊、鼻头、唇峰还有下巴这边，我们就用 Hourglass 来打亮。这一款呢，就大家可以真的安心的涂抹在肌肤上，它不会移动你的底妆。不管你是用刷具啊、海绵蛋还是手指上妆，它的表现力都非常的棒。这一款打亮棒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营造 glass skin 最理想的产品，因为它是真的有光泽感，可是不带有粉感，你看不到任何粉的颗粒或是亮粉颗粒，完全没有，你看到的只有光泽。这个算是
我目前为止用到最喜欢的打量棒。Oh my god， 接下来 so exciting， 加油 ！YSL 的新款唇釉我买啦 ！By the way， 他们都是泫雅色，我也想要变成都是泫雅 ，OK？ 我们现在擦这个感觉比较日常的干燥玫瑰豆沙色，它的唇釉刷头都是这种扁扁斜切面，我觉得非常适合描绘唇形。嗯，这颜色好好看啊！嗯，就算我是一个黑嘴唇的人，也不会觉得说颜色太浅什么的。上嘴的触感非常的舒服，然后我现在这个样子是薄擦而已，它的显色度非常好。其实我嘴巴有点干，但是它完全不显唇纹，不管说是在滑顺度、显色度，或者是使用感受上，都非常优秀。而且它虽然说香香的，就是我刚一抽出来的时候就，哎呀，扩香吗？但是等了一下下之后，那个味道就散去了。所以他们这样的唇釉的香味是我比较可以接受的。我再叠一层看看，更饱和，然后嘴唇上的存在感会更高，可是是有滋润度的。因为现在是第一印象嘛，我还没有长时间带妆，所以无法跟你分享说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可是就现在第一次擦，我能告诉你它是舒服的，而且上了第二层之后，我的黑嘴唇几乎90%都被遮掉了。这支唇釉应该可以说是近期购入最喜欢的唇釉，嗯，而且它的包装真的太重我了 ，YSL 就是要黑配金，太美了。好，接下来赶快试第二个颜色，嗯。先擦一层透透的给大家看，但这个颜色呢，擦起来真的是有整体肤色提亮的感觉，显气质。这个画一个很简单的雾面妆容就很好看了，加碎是一个主角级的颜色。好，接下来呢，我来叠擦第二层，看它厚涂之后的妆效是如何。这款唇釉它厉害的是，它很好涂均匀，延展度非常好，然后包覆嘴唇的触感很舒服。就算我嘴巴有死皮，但是它看起来也是非常服帖，不会浮浮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你还喜欢。如果说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分享、按铃铛。订阅、分享、按铃铛。按下小铃铛的话，只要我上传新影片，它都会通知你，所以请记得回来哦。然后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我要告诉你，记得你是最棒、最美、最 amazing 的。不管你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记得都要 stay safe、stay healthy 好吗？身体健康，一起对抗疫情。然后开开心心的，不管说是身体或是心理健康，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哟。好的，那真的要说 see you next time 了，拜拜！记得来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找我玩。I love you so much， 加你 ，Bye。